糙米的健康奇迹，天然能量之源，从疲劳到免疫力全方位呵护。在现代繁忙的生活中，保持身体健康和充沛的能量成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共同目标。而在这场关于饮食的健康革命中，糙米备受关注，成为被广泛采用的营养宝库。这个节目我们将深入糙米的各种优点，特别聚焦其提升能量、改善皮肤健康、促进消化等多方位效应，祝您更深入了解这种被誉为天然能量之源的糙米。一、提高身体能量水平，减轻疲劳感。糙米中的丰富维生素 B 群和矿物质，尤其是铁，有助于提升身体能量，使人保持精力充沛，减轻疲劳感。二、提高饱足感，有助于体重控制。糙米的高纤维含量提供长时间的饱足感，有助于减少过度进食，支持体重控制和健康饮食习惯。三、能量源，提供持久能量。含丰富碳水化合物的糙米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，提供持久能量，抗氧化防老化。糙米中的维生素 E 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保护皮肤细胞，减缓自由基损伤，维持皮肤的健康和年轻外观。五、促进消化健康，预防肠胃问题。高纤维含量有助于改善排便，调节胃酸浓度，促进消化吸收，预防肠道健康问题如腹泻和便秘。六、抗氧化剂的功效，延缓细胞老化。糙米富含抗氧化剂，对抗自由基损害，延缓细胞老化的速度，是健康老化和慢性病预防的重要工具。七、丰富的膳食纤维，促进肠道健康。糙米的糠层含有水溶性和不溶性纤维，促进肠道健康，预防便秘，维持正常肠道功能。八、维生素 B 群的丰富来源，支持能量代谢和神经系统功能。糙米提供丰富硫胺素 B1 和黄素 B2、烟酸 B3 和比多醇 B6 等维生素，支持能量代谢、神经系统功能和细胞合成。糙米富含锰和镁，参与骨骼形成、蛋白质代谢、抗氧化过程，维持身体正常运作。糙米不仅仅是一种食材，更是促进身体健康的多功能良药。通过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和矿物质，尤其是铁，糙米不仅有助于提高身体能量水平，减轻疲劳感，还在促进饱足感，提供持久能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其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时促进肠道健康，预防诸如腹泻和便秘等问题。再加上抗氧化剂的功效，糙米更是抵御自由基、延缓细胞老化的强大工具。因此，让糙米成为您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这不仅是对身体的呵护，更是迈向全方位健康的明智之举。然而，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，糙米不仅仅是单一支持健康的食疗良方。在我们的频道中，您将会发现更多预防疾病的天然良药，欢迎点开和查阅以下文字区的链接。在这个节奏快速的时代里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往往对身心造成伤害。古代智者以调和阴阳、调理精气、纠正脏腑偏差为主要手段，强调饮食的均衡多样性，也注重多吃蔬菜水果，认为它们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有助于保持身体的气血平衡，保持健康的身心和生活方式。古人更注重内心的收敛、反思、修心和调节情绪管理等，以实现精神层面上的提升，努力培养内在的平静和和谐，相信健康的精神会换来健康的身体，以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，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，在不让跌宕起伏的情绪影响身体健康。将古代全方位养生之道融入到现代现实生活，祝愿大家活出健康自然美。